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.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. 因为保护古兰，因为在冬季和夏季的旅行中保护他们，故将他们重进这天房的主。 他曾为饥荒而赈济他们，曾为恐怖而保佑他们。